当众冲撞圣上，对当今圣上指桑骂槐，卖职取忠，该当何罪？斩。写上。风闻言事毫无根据，捕风捉影，该当何罪？斩。再写上。别的嘛，朕就不想说了，请你自便。纪晓岚，你听清楚了没有啊？请你自便。回皇上话，臣听见了。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没有啊。算你是个明白人。来人呐，拉出去斩了！啊，皇上容禀。臣你不是没话说了吗？有什么说快说。皇上，刚才您让臣记的这两大罪状，这都是说微臣的。嘿，不是你的还是别人的？又装傻，赶紧说。啊，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摘去顶戴，脱了官服，拉出去斩喽！话要说吗？你这几时动手啊？太阳正西时。哎呦，太阳正西时，那还早着呢。哎，我饿了，给我弄点吃的来吧。纪大人，您还是先忍忍吧，这可没给您预备的。您呐，还是先看着点太阳吧，说话您就不知道饿了。哎，蠢话。我现在不是还知道饿呢吗？哦，知道要死就不让吃饭了。那人生下来就知道自己终有一天要死，还不是天天在吃饭呢？去去备饭备饭。行，行，纪大人，给您备饭。怎么说，我这活着的也不能跟您快死的人争啊。我马上给您备饭啊。这个纪云，虽然说入阁以来屡立大功，像巨鞭修出，比如，可是他今天顶撞了朕，那顶撞了朕，朕就得杀了他，不杀不足以平朕的心头之火。可是朕要杀他，你们在这里都不要劝朕啊，谁都不要劝朕。好啊，你们既然连多年同事的交情都不讲了，都懒得替他说情，那朕也只好杀他了。传旨，卯时三刻，斩立决。太后驾到！嘿，怎么惊动老太太了？你先尝尝。嗯，怎么样？老了，老了。这鸡丁入火之前呢，得先用团粉、白胡椒粉那么煨一会儿，让它入味儿。这火候一尝就知道不是东兴楼的菜。来，来口酒，来口酒。好了，酒来了。嗯，您慢着点。嗯嗯。哎，嗯，莲花白，不错。来，哎，怎么样？嘿，哎，兑水了没有啊？哎，给一个要死的人喝兑水的假白酒，良心何在？啊，泼了泼了泼了，听您的，泼。来来口子，纪大人，换个样换个样。哎哎，好嘞好嘞。纪大人，嗯，我有句话想跟您说说。嗯，说。您这哪像是要死的人呢？就您现在这样，让外边人看着，嘿，我这一口一口的伺候着您，我才像是要死的人呢。是吧？既然不像要死的人，那我就肯定死不了。你想啊，这世上哪有一个明君圣主让一个执剑之臣去死的呢？啊，您说的有道理。
哎，浇菜，浇菜。好嘞。罢了罢了。按理说，你们正在办公室，我不该来打搅。但是这事儿急了，就顾不上了。听说皇上要杀纪大学士。此事正义还没定论，怎么惊了您的驾了？杜小月报的信吧。小月启禀皇上，这是小月给太后送的信，求太后刀下救人的。嘿，怪了，那谁给你送的信啊？难道比朕的800里加急快马还快吗？这个小月也不能告诉皇上，因为这也是欺君之罪。行了行了，起来吧，这也不是小月的什么错。就算小月不去报信儿，你要杀纪晓岚，我也得来。惊动了母后是皇上的过失。那你就说说，为什么要杀纪晓岚？纪晓岚孤傲自负，目中无人，把皇上不放在眼里。是为了园子的事儿吧？我也听说了，为了修个园子，花了不少银子，还刨了人家的祖坟，百姓们有怨气了。如果纪学士为此说了两句真话，就要杀他，那怕是要怨上加怨呐。其实皇上也不是非杀他不可，只要他说几句认错的话，哼，没有过不去的事儿。启禀皇上、太后，奴才有话要说。哼，现在都有话说了，说。这，既然修园林之事广有民怨。而为了皇上减轻劳顿，好生休养，又不得不休，奴才以为应该先止住民怨。话是不错，园子不修了，园子照修不误，只要皇上下一道罪己诏，以警天下。哼，凭什么呀？这事闹到最后就错在朕一个人头上了。话不妨说，错不妨认，啊，事儿不妨照做不误，园子不妨照修，老百姓嘛，就是争的一个理儿，你让他气儿顺了，咱们这事儿也就办了。那纪晓岚呢？放了。杜小月，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那我就说吧，刀下放人，正是明君所为。对对对对，太后说的对。为了进言直谏，杀了纪晓岚，岂不成就了他一世英名？啊，今天这缘由的啊，每个人都有自己一套道理，结果这错全错在朕一个人头上来了。朕说了要杀人，现在还得放人啊！临了怎么着？朕还得下一道什么罪己诏？你真想得出来呀？何大人，你不单明理，这心眼儿还是蛮活泛的嘛。哎呦，太后，您这是骂奴才呢？奴才有罪。有罪。好，就这么办吧。月儿，咱们走。走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到点了吗？到了到了，早到了啊。这哪像个法场啊，瞧瞧瞧瞧啊，夕阳缓缓而下，晚风徐徐吹来，一个将死之人刚才和一个要杀他之人对面而坐，睡得鼾声大作。纪晓岚，你真行，居然还能睡得着啊。哎呀，偶尔一神游而已。来，何大人，哎，来把我扶起来，来。哎呦呦，来来，一二，嘿，哎呀，何大人，嗯，你来了好啊，你一来我就死不了了呀。啊，为什么？哎，你何大人一贯是做好人，说好话，捡个好人情，皇上要是杀我呀，你指定不会来。这不杀我了，你是非来不可呀。好好好好，你既然这么说。大副手，在。动手。这啊，纪，给纪先生松绑。瞅你个何大人。
吓坏了吧？季大人，您慢点啊。来，把那玩意儿给他送上来。哎呦，知我者何大人也，还给我点着了，好，快嘬两口，嘬两口。哎呦，瞧这美劲儿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。哎，我问你，怎么谢我？日后定有一份人心。别日后，现在怎么谢我？现在啊，现在有夕阳残照，美酒当前。哎，何大人，咱俩坐这儿。喝杯兑水的假酒，亏你说得出口，就这个残羹剩菜啊，残阳剩霞，残山剩水，就拿这个来谢一个救命恩人，你真是的。嘿嘿，何大人，当着真人咱们不说假话，真是你救的我？你这话怎么说的？我在南书房当着皇上据理力争，冒死而谏，为了救你这条命，差点把我的命都搭上。啊，就拿这个谢我？可是据我所知，是小月去找了太后，太后又去见了皇上，皇上本来就不想杀我，下了个台阶儿，哎，就把我放了。何大人，这么说，是那个你给小月送的信？哎，我身在法场，我怎么会分身有术呢？那可难说，你这个人，哼，诡计多端，高深莫测。哎，彼此彼此，你何大人在南书房啊，不过是慷慨激昂说了通假话而已。瞧你说的，我慷慨激昂，我说假话，虽然矛盾倒也贴切。行行行，识我者纪云是也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就算这么着，皇上他听我的，不听你的。你看，走吧。